第三题，第三题到第六题是题主，将甲乙并联如右图，已知甲乙电阻分别为五欧姆、十欧姆，安培剂毒素为三安培，是回答三到六题。第三题是问我们，通过甲乙电阻的电流比为何？我们可以认真的努力算甲乙两端的电压是多少，在代入公式中确确实实的求出来甲的电流有多少，乙的电流有多少，而知道电流比。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看公式，叫做 V 等于 IR。 那我们是并联电路，我们的电压是一样的，所以呢做法一是可以说是 I 甲乘 R 甲等于 I 乙乘 R 乙，这样算出来我们的电流比。或者你看到我们两个相乘等于一个定值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电流跟电阻成反比，所以甲的电流比上乙的电流就跟电阻成反比，五分之一乘十分比上十分之一，也就是二比上一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，通过甲乙电阻的电流比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二比一。